当你的领导被同事表白，拒绝他，人不行，出不了。不是哪里有同意哪里就有拒绝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新来的啊，一会儿下班公司后边我等你啊，等你。下班不行，下班我还得跟美嘉一起回家呢。啊？顺路。啊啊。我操！麻烦回家不咋？你答应我吧。啊？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。哥们儿有纸没？啊，这这么事儿，那个。芳芳搁女厕所玩的没有纸的，谁去给送一下？我去。哎，不是女厕所，女厕所。送吧。哎，行，你去送。我等你啊。哎，你回来。人跟你表白，你咋拒绝的？我没拒绝他呀，我说考虑考虑。哎呀，不是，嗯，咋？